都吃出自己的 style 来了。嗯，你做之前往里放两块 cheese， 太好吃了，一会儿你尝尝啊。真的假的？别吃米饭了，你站那儿。哎，杨楠，李姐，你这几天你特别不对劲儿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不对劲了？我现在不应该叫你徐清风，我应该叫你徐春风。什么意思啊？你看，你看。 他这几天笑的比他过去5年笑的都多。你看，都掩饰不住的，你笑的跟春天的花一样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我谈恋爱了，跟关雨晴。真的呀？我就说你这点不对劲儿。 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最近的事。哎，我下午还有手术，你慢慢吃。走了啊，李姐。他谈恋爱了，跟关机长。 上不上？干嘛不上？哎，上！哎，快快快快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真是。